连登十二年得到哈维菲列做全国合众十二台节气呢，台中董事新登本节，今日头董事客家文化园区举行，因应武汉肺炎的疫情，一摆发通作为调整，昨天无做一百二十件的台新登本，献切送本民众，所有台呢要准备酒钱，本民众受托，本他个安心来参加董事长夜班的客家发通。外宾乡阿同风暴掀开来，年二拜嘅台中董事新登办节正式开始。因应武汉疫情，本来开幕准备两届一百二十间嘅台办还有头办，主办单位临时改做一百二十间西办。非常所有嘅新登办为到卫生，每组下用塑胶袋推进。那当然，我们也要求我们整个活动的两个厂区呢，所有摊位工作人员都要戴口罩，那每个摊位都有消毒清洁液。另外，台中市的文化街社区电视从以台版未做改变呢，无过用农民来做，菜瓜布也是农产品，也哈未使来创作。韩国零五百公斤做个一千空白色金盖米糕龟，未做的丰富。啊，这个米糕哈，本来就黏这个葡萄干，啊，因为避免这个交叉感染，啊，所以讲今年就无黏了这个葡萄干。啊，过来缅甸。大家咁一齊嚟糯米糍，所以咧非常有客家種傳統文化意義嘅節慶，誒你希望呢個節慶咧，客家族嘅繼續維持下來。台中市康委會表示，除了搭車市民嘅台辦做豐富之外，像係娘家嘅炮響，還有公廟四界比台辦比賽嘅項目，做下冇改變。台灣呢，我發揚全力百年嘅客家民俗傳統。客家新聞李成龍台中報導。